各位好，我是彭偉新。港股在周一整个走势来讲都是属于一个偏弱的。早段的时间呢，就虽然呢是一度即叫做由低就慢慢作出一个反弹，并且呢一度呢是令到恒指是出现过呢是即叫转跌为升，但是那个整体的反弹力度呢不是太大的。最主要呢相信呢都仲是投资者担心緊呢就内地一众的科网股呢會繼續咧係成為咧係中央咧係進行一啲嘅整改嘅對象嘅，因為咧就上個星期嚟講咧，就跌跌出行咧，就雖然喺美國咧咁啱啱上市啦，但係咧隨住咧就即係俾內地指佢哋係喺利用翻佢哋客户嗰個嘅資料方面咧，係有一個即係違規嘅情況咧，都將佢哋嗰個嘅軟件嚟講咧就先行下架，咁都令到大家會擔心緊咧，就話未來咧係有更加多呢啲嘅即係叫做整改嘅事件，可能喺個科網類嘅股份裏面咧係發生咧，咁都令到咧就係一眾嘅科技相關股份咧都係繼續咧係偏弱嘅。咁雖然最後嗰陣時咧，恆指咧今日嗰個嘅整體收市嘅時間只係跌咗咧係166點啦，咁跌幅嚟講咧就係0.59%。咁指數咧都係企住喺28,000點呢個水平大關位樓上，咁啊冇跌穿。不過咧都睇翻咧就話隨住早段嘅時間咧，恆指係跌穿咗保利加通道嘅底部咧，都有令到大家係擔心，就係話喺短期裏面咧個通道向下移，同埋咧係再進一步個波幅會擴大底下咧，令到指數咧在短期裏面是再進一步下跌的空間會是多翻的。尤其是在現在來看就指數這一陣即係叫大力咁樣有個即係叫保利加通道底部反彈上去，通道頂都是一個即係比較強的阻力，一直都是沒辦法去突破啦。咁而家嚟講跌翻落個通道底，再加上咧就係話個通道底向下下行嗰個嘅形態出現咗咧，都可能會令到咧就整個港股喺短期走勢上咧係繼續會偏弱嘅。之前大家都話五月份同六月份啊，冇出現咧係五窮六絕喎。咁大家本應咧就有個寄望，就七月份係應該有個即係叫翻身機會啦。但係可以咁去睇翻，就係話而家暫時嗰個嘅即係叫做外圍，包括美股咧，整體個反彈力度係仍然都比較強，都可能會吸引到更加多嘅資金咧係流向咧係美股，咁啊令到港股喺短期裏邊咧係冇辦法咧係做翻好，亦都喺個短線裏邊咧，主要個嘅支持位可能要下移翻落去咧，就係喺之前咧，這個嘅即係三月份同五月份嗰陣時嗰個嘅低位咧，係挨住係27,500到27,700嘅水平嘅。